唱歌唱好听的满街都是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啊，我们就是要唱的普普通通，让大家觉得他们自己的歌声很好。你讲对不对？对嘛，不见得每个人唱歌都好听嘛，哈，对吧？他讲这样，我觉得蛮感动的，欸，我听得头皮都发麻。我改成台湾破麻，你去。而且我们现在有优惠专案哦，一片300块。我头先讲吼，买一瓶送一千，然后买十瓶。上去嘿，你不能回零机票，你看多买多赚呢。我主教，你做嘛，真正听袂落去。买变我挂卡走啊！阿东挂我头下，呼，笑，啊，爱你。买多乱，买多乱，时代已经无同。叫伊阿夹着啦，无奈哎呀叫，真贵啊！哎，这趟我给你帮补哦，只要500块呢。哦，一条裙子光哦，跟他做只盘那个头壳平平着哇，台湾破盘子。我你讲，我你讲，我你讲，你讲啥？下下下，你讲有人有远见。哎呀哎，那个帮我出唱片的那个老板多有远见，给你出 CD。哎呀，你想到不给你出 CD 稿？想到 CD。第一个大只啊！我唔知世间上竟然有人胆量这大。嘿，听伊咧唱歌吼，安怎？好好讲哦，小姐。亲像我唱歌声这么美妙，阮家厝边隔壁搬了了呢，因为我来唱歌就惊着啊。啊，你这款声音袂当。啊，我当然袂当，就厝边啊。我都挡唔掉，你讲买你一片 CD 要创啥？买一片送现金300块，买十片送你放机票一张。三万块，不是，哎，你的头壳是头壳是算正常还是不是？不是，因头家头壳是破三空。破三空。破空。我台湾破头脑。那是我有讲真经，因为顶摆我放过你的记无？嗯。我讲我要出一条新歌，我真正出来。出来。我一条新歌歌名，唔知大家还记得未？一支喇叭分几枚？假假。新专辑出来啊！啊！新专辑拜托给他唱歌的，是一支喇叭分几米？哇！啦啦哩啦啦，我爱吹喇叭，有无？哦，啊，你边啊个小黄瓜、个茄子、个金枪。台湾卡卡。哎，台湾卡卡，啊，我小妹卡音啦。小妹，小妹，哎，就进出来，进进，总得了等于。哎，你妈呀！这是什么物件啦？顺叫你妈后边讲，我讲一支喇叭分几米是我的主打歌，啊，那我的副歌叫做破麻飞上天，天就破麻。哎，阮顶边只因为你罚钱啊，即马才够罚钱啊！哎，破麻没罚钱，还是有因为讲了鸟啊，唔知罚钱。哦，那即摆无讲鸟啊，哪边啊罚钱？对不对？我讲，买一片送300，多嘛我今仔改变。无了了了了，买我一片 CD， 我含税。含税。那那种税务局也其实过了长官底下呢。没啊，含税就对啊，我这人好公民啊，是叫大家含着税啦，哈。啊，要去倒买，人找人客乡亲是多，阿娘阿爸真足听，那边警察是安那是要来搞你啊。你是讲唔对就来你啊啦。我来，我你即摆一直要起步啊，一直在等。无无，我新闻局派来。我今仔拢无讲垃圾话，吼，拢拢是清洁。我都没有讲脏话啊，我是来这里是脏话。我讲，那妹妹，我进入 CDA， 拜托诶。请你先静心，七七四十首高工，
其实四十口工呢，翁仔某袂当行房。我意思是讲，袂当伫房间行来行去。哦，这叫做行房啦。安尼，知唔知吼？所以讲，若要买我这张 CD， 拜托的，恁家隔壁的消防队，三个巷仔口倒完了后，一间西药房，西药房佫剩三年了后，有一间屈臣氏。屈臣氏洗洗洗到山头买你的时阵呢，七月半你就通买到我这张 CD 啦。小慧姐，你是讲你的 CD 是七月半才会当听到？我这是净化人心嘛。哦，净化啊，净化这个混沌的世界。听了都拢清气啊，听了规拢轻松。哦，听到到底吼，你安尼吼，真正我总就付会刷位啦。可怜，我今日要向所有啊台湾爱好超级运动会朋友讲一下拍摄。啊，二零一八年金钟奖来入围，我输在恁哈。你唔好安尼讲啦，迄我伫甲人咧评审啦，讲伊爱教伊咱这边诶，真正对不对？不是，我嘛是用苦心诶。这嘛是超级巨星秀呢，爱叫恁两个乱咧，甲地我真正好。啊，我两个超级派啊。系啊。超级头壳派。啊，我两个唔是超级派，啊，你唔是。不是超级巨星，哎，这两个我严重嘞，啊哪严重啦？一个严重无当跟两个哦加起来，佫出国斗阵去香港，夭寿，还过香港险沉落。哎，你莫安尼讲，我香港迪士尼乐园佮遐卡通人物食物件哦，伊捌我呢，伊捌你，哇，这是进京，这是进京的哦。唐老鸭知道你是谁？知道我是谁？唐老鸭知影你是超级夜总会杨秀慧。对啊。真的，真的认识我。我听你的棒棒风吹。我伫只酒桌及新民头前酒桌，真经的，真经的，真经的。而且那个米奇米奇呀，就是有请那个工作人员说：“小慧姐，我们有看你们台湾节目哦，他可以跟你照相吗？”是。哎，那唐老鸭是安尼讲的。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哇哇哇！哎，你唔在骂伊呢？杨秀慧。所以因为我是安尼红到国外去，红到乌青，红到银灰，我才决心出这张 CD， 叫做《一支喇叭分几年》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出场拢不要紧啦，出门啊出票拢该在你啦。按下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叮叮叮叮叮叮叮咚咚叮叮咚咚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